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一节，当迄日人读摩西律法的册，予百姓听，拄到册内有记着讲，阿文人甲摩押人永远袂当入神的会，因为因无用食物甲水来迎接以色列人，阁请别人来救助因，总是阮的神予遐救助变作祝福。以色列百姓听起这律法了后，就甲一切十族的人分开。四节，先是受派管理员神殿内库房的祭司伊利亚实，甲多比亚结亲，就为着伊预备一间大金房，就是以前收藏素祭、乳香、器具，甲照命令供给利未人唱歌的、过门的、五谷、神酒、甲油的十分之一。甲贵祭司古祭的房间。六节，迄时我无伫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阿达瑟西32年，我越去王遐，我对王请假，过几落日，我来到耶路撒冷，就知伊利亚实为多比亚伫神殿的院内预备一间房，的迄件歹代志。八节，我真生气。就将道边啊一切的家具对房内拢拿出去，命令人清洗这间房间，然后将神殿内的器具、甲素祭、乳香，搁搬入来。十节，我也知利未人所应该得到的份额，无人供给因，甚至担当职的利未人，甲唱歌的，大家倒去家己的田园。我就接备遐官长讲，神的殿是安怎放趴远啊？我就召集利未人，予因照顾担当职。犹大众人就将五谷、神酒、甲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。十三节，我派祭司示利未亚、文士撒读、甲利未人比大亚做库房的官，做管理库房。副官是哈兰。哈兰是撒克的子，撒克是马塔尼的子，这些人都是忠心的，他们的积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兄弟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因为这个事就纪念我，不能撤销我为着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好事。十五节，当下的日我在犹大看起有人在安息日打酒曲搬酒困，再伫梨的顶面，搁将酒、葡萄、无花果，甲大项的打，伫安息日打入耶路撒冷。我就伫因未食米的迄日警戒因。十六节，搁有吹锣人踮伫耶路撒冷，因将鱼甲大项的花蜜运入来，伫安息日未予犹大人。我就责备犹大的贵族讲。恁是安怎行这个歹代，干犯安息日啊？十八节，以前恁的列祖，敢毋是安尼行？地教咱的神，和一切的灾厄临到咱，甲这个城吗？现在恁要阁犯着安息日，和生气一发临到以色列。十九节，伫安息日的前一日，伫耶路撒冷城门黄昏的时。我就命令人将门关锁，安息日未过，唔通开。我阁派我几个奴仆管理城门，免得有人伫安息日打什么打入城。二十节，对安尼城里人甲贩卖大项货物的，一两摆休眠伫耶路撒冷的城外，我就警戒因讲：恁是安怎伫城门口休眠啊？哪个安尼？我要下手抓恁，对这个以后，因在安息日无过来，我命令利未人清洗家己，来固守城门，予安息日做成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因为这个事来纪念我，照你的大慈悲来疼惜我。二三节，夜日我也看起犹大人带阿实多、阿文、摩押的查某囝做某。因的囝儿讲话，一半是阿实多的话，
未晓讲犹太的话，所讲的是照达族的腔口，我就责备因、咒诅因、怕因骨内人，戳因的头毛，叫因起身来咒诅讲，唔通将家己的查某囝嫁乎外邦人的囝，也唔通为着家己的囝娶因的查某囝。伊拉则，我阁讲，以色列王所罗门敢是伫这样的事犯罪吗？伫这济国的中间，也无一个王亲像伊，阁得到伊的神所听，神设立伊做以色列全国的王，总是连伊也受外邦的掳主引诱犯罪。安尼，我敢听恁行这个大歹，娶外邦的掳主干犯咱的神吗？伊八十。大祭司伊利亚撒的孙亚何亚大的一个囝是何伦人参巴勒的囝婿，我就对我家将伊赶出去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因的罪，因为因帕拉三祭司的责任违背你甲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三十节，安尼我请去因，和因离绝一切外邦人，派定祭司。甲利未人的班列，予因各尽因的职。我阁派百姓照定期献的茶，甲起头食的土产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是因予我。